快没有劲了，我已经不行了。来，快，这个就是你了。不行，刚才嘴巴还张着。快，这个把它撑上来就行了。哎呦，这个老人呐，给我是老太婆喂。来，快点。拖着啊，往上举，往上举，往上举。啊！有人在值班间都先救人要命，先救人要命。好。 当时也没有什么多想的，作为一名军人，遇到这种情况，都会义不容辞，奋不顾身。